各位现场的朋友们，用你们的掌声还有欢呼声告诉我们，你们好吗？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2008第九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颁奖典礼的现场，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思思，在这里欢迎朋友们的光临，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 MTV 全球音乐人的主持人猪猪。没错，那么网民呢可以通过网络选出自己的心中的第一。那么今天晚上我们18个奖项呢，其实也是综合了广大网民的心声以及我们的评委的专业意见而评选出来的。没错，其实刚刚呢我也有跟导演求情，希望我们三个人今天晚上也能颁发一个奖项。那么导演呢特批我们来宣布今天的第一位获奖嘉宾，他就是刚刚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吴建航，掌声欢迎。请今天的音乐至尊呢，我想不管是所有的明星嘉宾以及所有的获奖嘉宾，他们都是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的。那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建豪更有发言权，对不对？嗯，曾经也是一位新人。哦，我现在还是新人呢。那么男孩子呢就更高了，身高1.90米，那他呢也是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北京奥运上为中国拿到了第一个这个击剑史上的金牌，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剑客。让我们掌声欢迎名模莫万丹，名将仲满，有请。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要感谢一下我们德高望重的评委老师们，因为这么多天以来呢，他们一直在听各种歌曲，然后统计分析评分，今天刚刚得以空闲坐到我们颁奖典礼的现场。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说，评委老师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不好？谢谢，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也是在我印象当中会融入很多中国元素在他们音乐里面的，有请颁奖嘉宾孙悦、林依轮。没错，一听到这鼓雷的山响，就知道我们今天的音乐盛典呢，已经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刻了。是的，刚才这个节目也是振奋人心。怎么样，喜不喜欢刚才节目当中的鼓？非常的激励人，但是其实我更喜欢那种吹奏的乐器，比如说笛子啊、箫啊或者 saxophone 啊，很悠扬、很浪漫的感觉哈。对。不过和你相比呢，我就特别喜欢中国的鼓，因为其中呢有一种中国的韵味在里面，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可以说给人力量，给人震撼。也对，哎，那思思，你一定平时听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听那种激动人心、很鼓励人的歌曲，对不对？对啊，没错。你比如说刚刚得奖的汪峰、许巍的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一听到他们的歌曲啊，总是会有一种坚定的力量。那我猜想，你应该比较喜欢听那种优雅温柔的男歌手唱歌吧。嗯，对呀、啊、我比较喜欢听情歌，比如说张学友的歌，比如说陈奕迅的歌，我都很喜欢听。对呀、啊、他们现在就坐在台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奖。接下来就让我们的颁奖嘉宾来宣布吧，好吗？来，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高圆圆，以及从香港远道而来的著名演员杜汶泽先生，欢迎两位。没错，那么其实呢，所有的乐坛前辈们，我想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对我们的新人是呵护、爱护跟提携。那同时呢，新人也应该对乐坛的前辈存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高的热情来欢迎新晋年度最佳魅力组合——新晋。